武松，你也是个本县的都头，怎不懂得法度？自古道，捉奸捉双，捉贼见赃，杀人见伤。你哥哥的尸首已经没了，你又不曾捉到西门庆的奸，就凭这一老一小两个人的只言片语，怎能断定是西门庆害的你哥哥？大人，这是小人哥哥的遗骨，骨头酥黑，是中毒身亡的见证。这个是西门庆收买何九叔的银子，这个是送葬人的名单，请大人明察。武松，你休要听他人挑拨和西门庆做对头。这骨头谁能证明是你哥哥的？何九叔，我哥哥的尸首是他亲手操办烧化的，他趁王婆和潘金莲不留意的时候悄悄留下来的。谁又能证明何九叔真的留下了你哥哥的遗骨还有这些银子？你怎能断定是西门庆的？哪家铺子里弄不来这十两银子呢？大人，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情运哥是看到的。武松，圣人说经书上的事还担心有不真之处呢，何况是背后之言，你怎能全都相信呢？听大人的意思，我哥哥的冤情无以为证了。武松，你来衙门的时间不长，有些事你可能还不大明白。但凡人命之事，必须是尸伤病物宗五件事俱全，官府方可查办此事。武松明白了，告辞。武松，你等等。大人，还有什么事教训小人吗？你不要误会，本县只是忠告，你哥哥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过于悲伤，也不要人云亦云，和无关的人过不去。拆银之事本县暂且不追究，你安心回家处理后事吧。大人的意思小人明白，武松一生讲的就是公道，我哥哥不会白死，知县大人的拆银也不会白丢。嫂嫂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坐吧。明日是王兄断妻的日子，前些日子打扰了街坊邻居，我今天备了些酒菜，想替嫂嫂谢谢他们。不用谢了。乡邻住着，情理不可缺。你去找王干娘，我来请其他人。你可一定要请到。武松请酒，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呢。不去不去。干娘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酒吃不出事来。西门庆不是已经派人捎话过来了吗？知县大人那边已经打通了，武松奈何不了你，干娘尽管过去就是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那武松老虎都敢打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？他是衙门的人，得听知县大人的，知县大人不发话，他不敢对咱们怎么样。不去不去。若是干娘不去，让他抓住把柄，对干娘对奴家都不利。你去吧，干娘。他还请了什么人？周围的几个邻居他都请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他不敢鲁莽。那武松要是敢粗鲁，我立刻就走啊。好好好，走吧走吧。
为高人，我武松有愧于哥哥对我的抚养之恩，没有及时赶回来为我哥哥送终，多亏高林出手相助，我哥哥才得以顺利上路。明日是王兄断妻之日，武松略备薄酒以表谢意。各位高林，请。风尘仆仆归来，不曾为都头接风洗尘，反倒打扰都头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就是啊，五都头让你破费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一桌酒席算不了什么，我哥哥在世的时候得到各位高林的帮助，那份情谊是用银子换不来的。一杯酒不成敬意，请饮了第二杯。谢都头。酒也吃了，礼也到了，现在开始办正事。哪位高林会写字？啊，胡夫子曾为人师，写得好。啊，有劳胡夫子做个笔录。好说好说。各位高林，不必害怕，我不想伤害各位，只想请大家在此做个见证。五都头，我那茶坊离不开人，我回去看看就来。各位高林，如果哪位想先走，可别怪我武松翻脸不认人，让他先吃我几刀，我偿还他一条性命也无妨。你这个老猪狗，我哥哥的性命就毁在你的身上，给我跪下。你这个武松好没道理，我又不是你家的人，你哥哥害的是心痛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没良心的武二，你说你是什么人？你欺负一个孤老婆子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啊你？我真是没法活了，没脸活了。你叫我，你欺负我，武松欺负人啦！叫我怎么活呀？你这个老猪狗，你要再说，我就一刀一刀的剐了你。跪好了。说，我哥哥是怎么死的？不是我害的武大，是你嫂嫂，是他勾引西门庆的。哎呀，是他下的毒，你要问就问他好了。是不是你害死的我哥哥？